那个路它被卡住了，所以它一直在走这边。如果路没被卡住，我们还没办法玩这个。不是，刚好这条路通了才走这里，不然没办法嘞。本来就不走。要走另外。大陆先请问怎么走？他们也要申请的。因为我看到他们走的。伊拢半礼拜六点到七点啦，啊平常刷机嘛。那个也认识啊。哦，你卖我的东西啊？我嘞，我看到